什么什么什么？等等，你再讲一次。你说这一只是谁的？这只是谁啊？你不是说借我啊？没有证我。你不是说借？啊，你作业写完了，我说什么？我作业写完，你说可以借我动啊？你不是说？是，这只现在到底已经是谁的了？已经是爸爸的。不是。是谁？是你的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你有要跟你要回来是不是？是我的，我就很难过。什么意思？如果是我的，我就……你不是很想要这一只吗？对呀、啊。然后呢？我会怕你难过。你怕我难过？我不会，因为我已经送你了。因为你赢了，你已经得到了。得到一只 WK。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难过？所以你还是你觉得你不好意思拿，是不是？是这意思吗？我以为他是一买就这样子。好，那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这只 WO 现在是谁的呢？我的了。对。我以为你买了。那你会怕我难过吗？不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刚刚已经教我一次了。因为我刚刚有跟你说我没难过。哦，我以为那个你买回来就是这样子机器人的。当然不是啊。是要组装的。对啊。很难吗？很难吗？很难啊。大致很艰难的。我喜欢这样，如果是装起来，我就会这个掉下来。所以我怕掉下来又要你修理，所以我这个一定要拆掉。好啊，你就这样玩啊 ，OK 啊。好像刚刚。但是第二集的 W 这边有装刀子心。没有，它原本这个是一台飞机耶，不是装在它后面的，你知道吗？原本它就不是这样子，不是长这样子耶。它这个是拆掉的。对啊。那它要装什么的？啊？但是我喜欢这样，就。你喜欢这样子的飞机啊？还是往后面？对。哦、你喜欢这样子的飞机更酷哎 ，Oh my god， 更具侵略性，对不对？然后人就出了。人呢？还在啊、哦？而且你打得开，我看为什么爸爸打不开？你看爸爸的手打不开。你看。因为你指甲，因为你手太粗。因为你手太大了，我手很小啊。哦，所以这台是看来是适合你玩的，对不对？好、哦。啊，我连这可以打得开。哎、欸，我那个炖猪肉，我弄热热的，要不要吃一口？很香。要。我今天还可以炖猪肉，我的炖猪肉。